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咱们继续《勇者斗龙八》啊，这是30期了吧？做到30期啊，感觉这个游戏才玩了32。啊，那春节期间呢，希望在春节之前吧，把它录完，然后春节期间给大家更新《重装机兵三》啊。跟大家说一下吧，那这个镇子呢，上一期说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探索啊，大叔已经翻完了。另外呢，就是给羊合成了2件装备啊，就是这个暗之羽翼，还有豪杰手镯。啊，为什么给他合成的装备比较多呢？因为我本打算啊，用那个金块给羊合成一把斧子了。但是考虑到两个因素啊，一是那个斧子以后在三角谷能够买到；第二呢，就是金块这个东西啊，一共有两个，如果你不刻意刷的话，游戏的啊可以得到两个。啊，得到两个的话呢，因为我的头盔啊，还有贤者之石需要用到它啊，所以说就省出来吧。然后咱们这一期啊就开始做主线了。啊，拿到了10件。好的，咱们去找莱顿啊。这个镇子还是比较富裕的啊，让人感觉翻出了很多好的东西。现在湖里呢还在合成一个头盔啊，那个头盔是库库鲁的，一个还可以的头盔吧。哦，对对，塔在北边啊，咱们走错了。这个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迷宫啊，里边有很多非常跷跷板一类的吧，啊，解谜的要素。可以说解谜类的要素呢，在《勇者斗龙》本作的迷宫里啊，出现的比较少。它不像塞尔达系列啦，新创世纪系列啊这种。哎呀，那有个射箭小妖啊，但是我不想抓它，因为现在呢。啊，感觉上啊它不太好用啊。啊，塔在哪儿啊？啊，需要一直走，路还很远。塔旁边有一个山丘啊，那个山丘是练级的地方。赶紧把这个塔这儿过了啊，因为我呢赶紧把杰西卡救回来啊，这样人齐了感觉做什么心里都有底。说现在级别大概是28级左右吧，啊，队伍平均的级别。但是呢，一般说来啊，之前早期的时候，很多人做攻略，建议玩到这的时候，平均等级31级左右啊，所以说还差点意思啊，都。好的，杨格斯的防具啊开始发挥作用了，刚才闪了。库库鲁可能是要升级了，我觉得他不到1500的经验吧，就能够升级了。哎，把这个损失的体力加了啊，然后库库鲁好吸，啊，能够吸啊。哦，那儿有个小屋子，啊，咱们先去那儿啊，然后再去塔。奔跑的杀人帽啊，这有路牌儿，钢铁鸟啊，你用金属斩还是砍？先砍2下吧，咱们可以测试啊。库库鲁用雷电劈他们，看看啊，按雷电劈这种钢铁啊，疼不疼？羊现在是很硬啊，他的防具啊，防御力非常高。哎，好，不错啊！哎，这，哎，可以啊，你们竟然会这个！
吧，先把这两个猪干掉啊！他竟然会复活魔法。AI 啊，就是有这点好处啊，因为咱们每回合开始之前呢，是把所有的指令都输入完了。那对面的 AI 的话呢，可以根据回合里的战况啊，对指令进行调整。你看我在回合当中啊，把它干掉了，结果呢，它就复活了，这个神奇啊！干什么炸了？我自爆！我去，哈哈，太贵了！哎呦，那自爆能不能得到经验啊？我担心自爆得不到经验。好的，这个方向啊，这个方向，然后那边就是塔了啊，这有一个是教堂吗？先去看看啊。好，果然是个小教堂啊，那应该是可以睡觉啊，然后储存啊，这样咱们在路上的消耗就可以补回来。三个人45块钱。直接看一下库库鲁还有多少升级啊？我猜可能是几百啊，500-600。这个16000，这个也16000，430啊，比我想的还少。库库鲁真的要升级了。那两个呢，就遥遥无期啊，16000。现在升一级真的是很困难，感觉。在外边起码打个20-30仗吧，才能勉强升一级。在这个塔里呢，能捡到库库鲁的一把弓，攻击力呢比现在的是高很多了。现在地图啊，就在我这箭头旁边的那个山丘啊，就是练级圣地了。因为现在没有神鸟，所以上不去。游戏的后期呢，主要靠在这里练级啊。里边有大量的史莱姆出没，哇！他没注意到这边，那我要输出了。不客气啊，不能客气了。真坑的！哎，砍错人了！哦呀，这货会回血啊！库库鲁，哇，这么坑的，现在的怪！这个食人魔还没出手，吸点法力吧。哎，我是不是还没消耗呢？吸它干嘛？没消耗呢啊，满是168啊，打完这仗应该是升级了。哇，这货真慷慨啊！哇，180！还好他速度慢啊！再砍他2剑，估计也差不多。好的。
升级，肯定是升级了啊，700多。哇，这级也没少涨啊，各方面的数值。攻的技能加到76。回复方面就靠库库鲁了啊，因为他毕竟有回复的手段。好，进塔。这个塔我印象当中啊做的还是很有意思的啊。好了，开门。哇，进门就一个宝箱啊。这地图啊，怕我这个路痴迷路啊，给了个地图。我怎么看那有台阶呢？咱们去看看啊。哇，这几个货不会会合体吧？机动头啊，先把这个头干倒啊。啊，果然合体了！我去，哈哈，机动战士，高达，啊，我觉得，虽然合体了，但是这样的怪还是比较温柔的，它毕竟只有自己的，防御力下降60。好的，啊，那它合体这回合是不能出手的，它等于行动完毕了。一个砍我总比四个砍我强啊！哦，疼！但是我吸的这些法力啊，是足以抹平这个消耗的。吸满了。100块钱啊，还可以。啊，那咱们赚。啊，那是摆的木头啊，那是摆的木头。绕塔走一圈，哎，没白走啊。哎呀，现在没马车，那我带不上啊。我可以先出去吗？我可以先出去啊。把这个头盔换上，施救也是很经典的怪了啊。那在很多游戏作品里面也出现过，比如说魔兽争霸系列啊，施救啊。那现在 NBA 呢啊，有个球员格里芬啊，他的绰号呢就是施救，好吧，也叫闪分。哎呦，库库鲁中那个，好，攻击命中率下降。还好射中了。先出塔把头盔取出来啊。智慧帽，这看起来有点像僵尸帽啊！啊，无所谓了，这个智慧帽呢给库库鲁。哎，不要放袋子里啊！啊，这个智慧帽的作用呢是防御力加10啊，而且智慧加10，所以说对于库库鲁来说还是不错的啊。一件不错的装备，
现阶段吧。我重新要重新用啊，重新用这个实践。咱们上塔，巨象兵，我的蓄力啊，这个危险啊！这帮货给一拳不是闹着玩的。会砍这个，哦，还在续，已经贵了啊！哇，77，啊，续到20，那位能打100多啊！好了，正式的进塔，这有一只史莱姆。他想推这个东西，有台座吗？你推了放哪儿啊？你想？这是没有座。看看啊，看看，哎，咱们有地图啊，对，认识死胡同。这边呢可以去对面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了啊。推到这上面呢就可以，这个能推过来吗？哎呀，活动失效啊！这个怪我记忆犹新啊，因为在史莱姆冲击到尾巴团里，最后在天空之塔啊，有四个石像啊，你要解开那个谜题呢，就需要把这四个石像啊推掉下去。哇，现在的怪还比较温柔啊，因为咱们也毕竟具有一定实力。这个好像有个坎儿推不上去啊。啊，果然这是推不上去的，但是咱们已经熟悉了这个啊。看地图。啊，那边有一个杆儿，估计需要拿啊，需要动，先下楼吧。下面是一层，刚才咱们是从二层进来的啊。哎，啊，这边是死胡同啊，出不去哦，需要走那个东西。塔上有一种图文啊，看起来像一个鸟的图案。这两个哪个危害大呢？我感觉啊，弓箭物理输出吧，36。哇，这动作速率你都让他打中了。对，巨象兵啊，他肯定会蓄力，所以先输出这个石象兵。我没跪。好，先把他放倒啊，打倒一个是啊，174是满。降防，该回血了，该回血了。
这样咱们就到对面来了。有一个凹槽啊，往上走，我先去把那个动了啊。好，这样跟对面就通了。这个石像推上去，哎，我能不能直接跳下去啊？哎，不能。哎，好，他们一动不动啊，那就是我出手的时机啊。因为咱们之前在王家之山打蜥蜴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地方类似，咱们可以跳下去，但这个地图不行。哎，不要再用这个了。啊，敌人的数量呢也都不多，还可以啊，这三个人。来到了三层，三层看一下啊，哎，三层能直接上四层，三层是个圈儿，圈啊，直接上四层，啊，这样咱们等于解了一个谜题呢，直接来到了四层，四层看一下，四层应该是不简单的啊，四层咱们是来到了这儿，这里应该有东西啊，四五层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谜题。上不去，这边呢，这边没什么了，走这儿，踩下来，哎呀，坏了，没踩住，这，啊，踩住了啊，往上走。到这边，你要看看啊，从这边上楼，这里预计率啊不算高，这样呢会给你一个比较充足的时间吧，啊，给你思考的空间。这两个谜题类似啊，只不过四层五层的呢比一二层的要稍微复杂一些啊，多跑一个楼梯。啊，六层，现在在六层了，能下去。看一下啊，
上楼。哎，这有一个石像，你应该压着这个东西吧。这个雕像，看看啊，从这儿可以上楼，从这儿也可以上楼，你上来看看啊。这儿没有，我站在这儿不行啊，我站在这儿是不行的。雕像在哪儿？雕像在这儿。给它放这儿啊。哎，神奇啊，他上去了。啊，他上去了，我就把他压上就完事了。啊，压到那个位置。哦，这个是一个运输的啊，这是一个运输的。推啊。的下去了，咱们也下去啊，然后上楼。哦，从这儿往上爬，地面也没什么东西啊，那咱们上楼。哎，解了两个谜啊，就上来。哎，怎么了？谁啊？谁在说话？啊，在那儿。啊，这货就是莱顿吧？他应该是一个石匠。拿把锤子啊！我上面看来还有谜题啊，不少。这是第几层啊？第七层。七层，观察一下啊，观察一下啊，那儿能上楼。啊，从这儿来的，这有梯子。梯子可以上楼，这儿也有啊，先从这儿上吧。看来这个谜题呢，应该比前两个更为复杂一点啊，但是呢，基本的原理咱们是懂。哦，哎，我应该用圣水啊，对吧？三个人的时候应该多用点圣水啊，尽量减少和敌人的接触。羊，快点出手啊！你是一个群攻 A O E 啊！先上楼看看啊，什么鬼？八层。哦，我来这个地方什么也用也没有啊，目前。走寻常路啊！哎，这儿也有个楼梯，这儿也有一个啊。
边的楼梯呢是有一个楼梯都需要动了，哎，直接踩下来了这个。哦，它两侧都有，两侧都有，应该拿下来一个，这个应该拿下来一个。拿下来一个，先去把那个解决啊。我说怎么我踩上去就下来了，明明有个石像啊，我踩上就下来了。好的啊，这里可以上楼。哎，照样是御敌了，说明这个敌人啊，级别上比我高，呵呵，所以我用圣水呢没管用。不过感觉在这塔里真的压力不是很大，虽然只有三个人，就是对方的怪比较少啊，也比较好打。哎，闪开了！好，杨格斯的这个衣服真是不错啊，考虑给他穿下去，或者来一个没有加强版啊，以后合成。下来了啊，这样直接可以上楼。那两个呢，我还没决定好往下推哪个啊。这是九层哦，这只有一个宝箱，生命戒指，生命戒指给啊，库布鲁呢还是杰西卡呢？给拽下来。哎，拽下来，我要把你拽下来。好的，现在咱们可以上去了。解了三个谜题吧，相当于十层。哦，这有一个神鸟的图案啊，圣水的效果消失了。我要怎么上楼啊？哎，在我身后楼梯。哦，在这儿。那是个宝箱吗？看地图啊，啊，这是顶层了。那个好像是宝箱，过去看看。啊，不是，一块红布，这。啊，这儿呢。这个应该就是那把弓啊。好的。这把弓使用的话呢，应该是增加加血的啊，战斗中使用，全员30 HP 啊，很棒的一把弓啊，攻击力也比现在的高很多啊，高很多。关键莱顿呢啊，在这儿。
是要我要两个宝石。哟，腰间盘突出啊。要继续加高，啊，那好了，那咱们的走人线索也拿到了啊。雕像就是这个塔啊，就是这个塔，就是和啊，杰伊卡相遇的那个塔。啊，那好吧，那今天时间差不多啊，先给大家更新到这里。下一期呢，咱们去拿宝石，然后往下走主线就行了啊。那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